讲师好。好，请坐。故事故意安尼讲啊，玉帝前世你今生生者是玉帝后世过今生作者是这个帝敢那包着？玉珠，珠的珠啦吼。玉珠，想要知道。所以讲因果律，唔定是敢那论迄个当今即世，伊是论三世，就是现在世、过去世。未来世，三世因果就是正果、逆果、正道、逆道。所以在咱每一个人的八识当中，
你若种啥物种子，时间到一定会发芽，一定会结果。所以就敢若像经内底安尼讲啊，讲只要时间百劫，善恶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所以要是修心的因缘，咱啊就是讲咱所做的善的甲恶的业因。所受所感受的苦甲乐，这就是报应的果。啊，咱所讲的报应，就是得到轮回，如是因，如是果。有啥物人会当得于生死？有啥物人会当得破迄落得于因果得破生死？所以咧，人好讲伫咧过身体了后，拢会要找一个好的地理，甚至要找一个。伊就灵山宝塔，他就讲安好好安葬来庇荫后代。殊不知讲，咱伫个生的进程，爱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多比诸量。所以咱学习上重要是爱有一个尊敬的心。咱修好，就是爱对是非邪正善恶，咱爱迄个能力有智慧去辨别。所以咱若从这个善去分较真实，伊有八度，善有真有假，有短有曲，有阴有阳，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。有淡有暖，有白有少，有蓝有衣。所以讲，你若是无识透的清楚，将善当作恶，将恶当作善，咱一世人所修的、所希望的，会当断恶修善，结果咱做出来拢是断善修恶。所以讲，伊这个。不但咱是邪情是非，无迄个能力辨别，而且厉害啦，摄伫咱个目睭前，咱嘛无熟悉，所以伊即八字内底拢有伊个种种个道理，咱爱好好啊去辨别。啊，若无吼，咱做善事，若无去研究，咱所做个善事。咱会将伊当作是善事，其实咱是就是咧做恶，安尼吼是迄个足冤枉的、足可惜的，而且对家己嘛无一点啊益处、益处。啥物叫做真假？啊，做善就做善，好诶，真善假善，伫迄个。庄公和尚伊是元代的人啦吼，伊是伫迄个浙江安徽省两省交界，浙江安徽两省交界的所在，有一个天目山上咧修行，伊是一个有道的高僧，愿着封伊做普贤国师。啥物叫做真的？啥物叫做假的？迄个较早几个读册人。来到这个天目山拜访这个庄公和尚，甲这学生啊，就甲伊请教讲，佛家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，就是讲善恶的报应，就敢那亲像影对着咱的身躯同款，拢伊我袂分开啊。就是讲做善一定有善报，啊做恶一定有苦报，唔是无报。绝对袂讲无报的啦。啊，为甚物讲有每一个人伊行善，啊，毋过伊的子孙啊无行恶？啊，每一个人做恶是安怎？伊的家门吼，伊的家道颠倒行恶。那安尼佛所讲的因果的报应就无边句。啊，都庄公和尚就甲讲，咱世上人因为啥？你的看法。拢去用蒙蔽去，因为安怎？咱这粒人民的心吼，无洗清净，妄想集中还阁足济，咱的
心地无清净，咱的法眼慧眼无开，所以从善当作恶，从恶当作善，把是非看颠倒。啊，看颠倒，袂当分别，家己毋知，而且佫毋知影人反省过头，所以怨上天报应无公平。啊，这学生仔就问讲：啊，善就是善，恶就是恶，哪会看颠倒变？这个庄公和尚听着的吼，叫伊个人从伊个人所知影善的代志、甲恶的代志讲出来。有一个人就讲吼，怕人骂人是恶，恭敬人、礼敬人是善啦。庄公和尚就讲，你讲安尼无一定是拢对的。啊，佫有一个学生仔讲，若无贪污、无贪财、白骗人的钱，这是善。啊，若清凉心静，无咯，讲讲对，讲若贪财，乌白摕人个钱是恶个。我讲有对，着爱提醒一下。嗯。你讲，当作讲嘛是无去贪人个财，真财嘛是对啊。你贪财，乌白摕人个钱，贪财啊，乌白摕人个钱是恶个。阿无贪财，清白是德，是善啦。啊，中央会是讲你讲的嘛，无一定讲全部拢对啦。即每一个，即学生啊，每一个人，着从伊个人所知善的代志，甲恶的代志，拢讲出来。啊，毋过即个中央和尚讲，你讲的拢无一定是对。所以即学生啊，着请教中央和尚讲。那安尼到底啥物叫做善，到啥物叫做恶啊？即庄公和尚就甲伊讲，那是利益众生、利益别人的代志，这是善；做有利益家己的代志，这是恶。啊，你若有做，你若做的代志是利益家、利益别人的。就算讲你是骂人、打人，这嘛是善，不是恶。啊，你若是利益家己的，去恭敬人，用礼貌对待人，安尼是恶，不是善。讲这善恶的标准，就是讲咱的起心动念、良言意行为，拢是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，安尼即个善。就是善，啊，若是自私自利，这就是恶。比如讲，你若是利益别人的，你打人、骂人嘛是善。你若像咱咧，爸母咧管教子女啦吼，若毋是打就是骂，伊是爱囡仔好，所以这是善，毋是恶。啊，老师吼，拢会体谅学生啊，为着学生啊好。处罚学生啊，这嘛是善，毋是恶。啊，确实你若是讲为着自私自利，你今日对人好恭敬啦，安尼是恶，毋是善。所以讲，真善假善一定要辨别得清楚，就是讲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的执着，拢无私心，拢是利益众生、利益社会，安尼。这个在讲无事，这就是讲的安尼善才做真的。啊，若是为着家己自私自利有目标去做的善，安尼也做假。所以讲，咱搁进一步来讲，就是讲对你的真心所发出来，对你的良心上所发出来的，安尼就是真的，无去模仿别人要做的善。就是对咱家己良心上发出来，安尼。啊，这个做善上重要，就是讲咱爱啥，绝对无有一点点仔的自私自利。所以讲真的和假的，是爱分清辨别。所以讲爱啥无为而为，就是讲咱所做的善，无需要往灾嘛免。落红枝安尼，即所做个善吼，即会当积阴德。啊，咱若是欲为而为，你
你做这个仙是有目的的，是到去做这个仙事的。哎，这个仙事是假的，是妄仙，所以讲这种种拢爱详细去观察、研究、思维。这个是啥物？叫做真仙、假仙来的是。何谓端曲？端的是正直，啊曲的是不公正、不合理。讲即摆，讲啥物叫做正直，啥物叫做委曲求全。即摆人啊，看到迄种小心谨慎、心肝足柔软的人，大家拢当作伊是善人，而且足看重伊。啊，毋过古早时代的圣贤，伊就是拢啥欣赏迄个志气高、勇猛进、勇猛前进的，就是安分守己、袂乱来人。伊伫即种人到有担当、有上进。会当教导伊，让伊上进。啊，若迄看起足小心谨慎、足介意抱人的人，虽然规乡的人嘛拢足欣赏、足介意，啊，毋过性情，伊讲即种人吼，足爱迄落讨好别人、交感情，即种人叫做伤害无志气，所以好处就叫做伤害道德的差。所以咱世上人所讲的善恶观念，含善言所讲的，咱拄啊颠倒边。咱世上人讲是善的，善言所讲是恶的，咱讲是恶的，善言颠倒讲是善的。由这个观念要推广要提咱，所以还有是咱的认为吼，无讲迄落迄无唔对的。天地鬼神的，必有善人报应方知。伊嘛拢甲圣人个看法拢是共款，迄个圣人你未对个，天地鬼神嘛你未对个，圣人伊有毋对个，天地鬼神嘛你有毋对个，伊甲世俗人个看法无共款，伊安怎？圣人就伊是明白人，伊有学问，有德行，伊有法度通去明白是非善恶。啥物叫做端曲？咱也发心是要修的，修行即善，咱袂使叫咱的目睭含咱的耳孔闭入去。咱的目睭拢会足介意看迄个爱看的，啊，咱的耳孔拢会足爱听的好听的声音。所以，若随顺即种贪心就唔对了。所以讲，咱的起心动念，咱的起了心。细腻的所在，爱从咱家己的心洗甲清清气气，唔通了了，着咱的清净心讲，顺是济世之心，则为端；国有义好灭世之心，则为取。就是讲，咱的心拢是一心一意，只有干那一个念，要利益一切众生，帮助众生，安尼即个着是端，着是正直正直。确实，咱也搁有一丝丝仔要讲破，迄个心就是虚，啊，就是讲为着要名闻利养，啊去讲破，啊所做个善事，安尼叫做虚。啊，存是爱人之心，则为端；有义好分施之心，则为取。就是讲，你是大慈大爱的心，即、這个爱是亲近的爱心，平等的爱心。就敢若想要妈妈伫爱迄个当出世的囡仔，全心全意，啊去甲照顾迄种的心，才叫做端。假使咱若搁有一点点啊怨恨的心、埋怨的心，啊所发出的心，才叫做取。啊，存是敬人的心，则为端；有义好完事之心，则为取。就是讲。咱对咱的内心拢是恭敬老的心，安尼叫做端。咱若搁有一点点啊，小可有轻视啊、体恤啊，对人无恭敬的心，安尼就是取。所以这所在拢爱好好去辨别。佛家伊讲的讲，所谓讲直心就是道场。这个端心就是直心，端的反面就是取，就是讲啊，搁有讨好世世俗人的心。起信论里来讲，直心、身心、大悲心、菩提心的体是直心，菩提心是
菩提是觉悟的意思，真正觉悟的人，伊的心是一心，自心中心，身心，身心是好善好德，所以你若念念利益众生，这是大悲心，若搁掺着一点点仔的助，这就是无善。要安怎将咱的心生甲清清气气？十三月到今，伊有教咱一个方法，就是讲。作业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染毫无不善见杂，就是讲作业就是不间断。那你常念善法就是心善，思维善法就是念头善，观察善法就是行为善，常念思维就是三不一体念。咱来当真正保持着咱的心口意。纯善无恶，那安尼就会当予咱家己的心完全清净，咱就要断世间的一切的苦。世间的苦是对对来，就是咱的心性不善。咱的心性是爱不善，拢就是随时咱的妄想执着在作业。啊，就是好话因缘。先有阴相甲阳相的分别，做先互人知，啊，你做个好代志，完全拢显露出来，人人拢知，报纸、电视，甲你报，甲你转，这是阳相。你做个善事，无人知，家己你慢慢变，别人讲，这就是阴德。阴德天报之阳相，阳世的名。就是讲，咱也是因定将来的果报是高殊胜，而且长远。因着是稳重的德行，是做好代志无人知，啊，毋过天主也会知，伊嘛舒服互你。啊，若用一个天性，就是讲，你做个善事，大家拢知，大家拢比大富豪，甲你高乐，甲你赞叹，甲你恭敬。你若响了这个好的名声，但是你的果报就报掉啊！因为名嘛是福报之一，用善敢若会当享受着世间好名声的福报，用善啊若赢得天的赐福，所以世间人的名有人超过伊的实际，一定有机会，就是讲这个做出名是天地所赐。有名望的人，往往伊是啥？敢若迄个虚名，伊无实德。即个虚名若多，加出伊实际功德，低若多悬的人，伊无实德。往往会拄着以上的各个灾祸，这是因果。因此，古人呾看呾讲：“无始名过去，所以圣所藏。”就是讲。唔通让咱的虚名超过事实，无炫耀咱的才华，无卖弄聪明，这才是信人所轻的。就是说，讲一个人若无做唔对，无过失，按伊会当形成积德，啊，煞予人误会，搁歹名声，予人冤枉，予人侮辱。啊，毋过这个人伊有法度逆来顺受，伊一定是都有信用的人。伊的子孙往往拢会发达，啊嘛有少数人是家己本人福报现前，所以讲因着用心的果报做微妙的，所以讲咱袂当去加以辨别。咱也要断善习恶，积功累德，应该安怎做，安尼咱家己就知。那是何为是非？如果伊的法律有规定，如果人伫善食的时阵去，予人卖到别个国家做奴婢，啊，若是有人会当从这人赎倒转来，如果的政府就会发赏金，予伊。啊，主公赎人转来，无要接受政府的赏金，恐老夫子听到就责备主公讲：“你安尼唔对啦。”信人做代志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讲绝对会当影响伊生活。一句话来讲，就是会当改变社会风俗。
会当教我爬山，爬山做榜样。所以会当讲随着家己个，家己喜欢安怎做，安怎做，爱顾全社会代志。因为咱现今个社会状况就是啥，好业人少，善业人多，啊，若会当相共，当然则是政府个奖金。敢若像讲家己无连接，安尼以后，啥物人去看去，谁人去看？所以主顾上人，伊着爱欢欢喜喜接受政府的奖励，着当鼓励社会大众有钱人，甲家己国家的人民伫外口做奴婢，拢是倒转来，这当是好代志。如果若无接受奖金，伊毋是家己总连接。啊！若接受奖金就无连接，对来家己来讲是讲的话，啊，不过若是对规个社会风俗来讲是做唔对咯。安尼，咱就知影讲信任甲咱这世俗人的标准是无同款。主路看到一个人活在罪里，啊，甲伊救起，这个人非常感谢主路，给我送一只鱼哦。伊感谢，啊，这个人接受啊，啊，苦恼啊，主听着就足欢喜，讲吼，从今以后，鲁国就会足济人去救迄水底内底伫要淹死的人。这两个地，一般人的看法就是主国无接受，赏金来去赞叹，主若接受，人送伊一只鱼，比袂着主国。按苦恼主的看法，煞有共款。伊赞叹主路接主国，为啥物？伊咱若行，咱行善啊，影响个影响面宽，时间长，这是大善。这个善是施，啊，咱行善啊，善个影响面少，时间短，这是小善。这个善是慧，所以无在。无伫一时，咧影响时间，即伫个利益；无伫咱一时，啥是乎天下天下间个人受用。所以讲，天行虽先，你居留足以害人；即事先，你毁啊！天行虽不先，你居留足以济人；即非先矣，是事啊！就是讲。主讲所做的就是现人生，敢若是现事，啊，毋过伊留无好个影响，即、這个影响会阻碍足侪人去上工，回国阻碍别人，安尼就是害人。所以这是事先而事，非先。主若救一个人，人送伊一只鱼，伊接受啊，敢若是不先，但是伊会当影响别人，使别人听到。主了这种的行为嘛，会作勇敢去去啦，所以这是事先。所以苹果非义之义，非礼之礼，非事之事，非事非足之足。我嘛应该选择非义之义，就是讲这个义，就是讲你应该做的，还是不应该做的代志。什么是应该做的代志？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代志？比如讲，别人若做唔对代志，咱对伊批评、惩罚，即种个代志才有应该。一般来讲，咱是莫去管别人唔对，莫共批评，莫看别人唔对，爱宽恕别人、宽容别人。但是你爱想着讲，确实迄个人，你若甲伊批评，帮助伊解决，伊是会当接受个。你若要甲伊帮助，你若要甲伊点出伊个错误，伊家己袂意识到伊个毋对，意识到即个错误，甚至以后伊会变本加厉，愈做愈大，安尼定个对伊毋好，所以即个时阵着爱批评指责，指责互伊会当解决。啊，来着是非礼之礼，即个礼着是爱有分寸，咱用礼貌对待人是足好。啊，毋过你若过分的讲话，甲学了，互即个人怎啊起骄傲心起来，互伊起傲慢心起来，那呢就是非礼。啊，信用足重要，但是嘛爱看状况，
假使若人民个全小事，啊死了大事，安尼就毋对啊。信任伊个全大事，啊有诶时阵会当放弃小事，即著是非信之事。啊，主著是主爱，主爱会当过分，过分往往会变成无仁慈。所以讲，啥物是道义，啥物是礼敬，啥物是信用，啥物是主爱，遮拢有是有非。假使若咱无法度辨别，咱往往拢当作家己咧行善，其实是咧做恶。修福若无智慧诶人，伊是咧安怎修福？所以真正爱有福，爱有福，无福分。要修福，修袂得。来好为天子，就是讲一个李文义讲，即、這个文义是伊。伊名林月号冯元，是浙江秀水县人，生于明朝英宗正统年间。伊做过宰相，是一个足忠厚的忠臣。即、这个李文义讲，伊是一个过路万乡。伊虽然失去宰相的职位，啊，毋过伊的德行事业受着社会大众的尊重，敢若。大家敢若像是咧仰慕泰山北斗一样，就是讲，伊这个道义足高，啊名声足好，啊足有心，真正人，当作家己正人的一个咯。有一天，伊拄着乡里的人，邻居就家己骂，伊拢袂生气，啊家己边啊随从讲。即个人啉酒醉啊，卖和伊计较，就关门去插伊。过了一晚，即个人发表死刑，向官职加压。即个李文义讲，听到即种个代志了，足后悔。伊讲，确实去年伊烧水醉，但骂时阵，伊家送去官府，家惩戒。得到即种小的惩罚，会当让伊生起戒心。伊安尼就。不至于去做出搁较大个歹代志，讲伊当时只是心存厚道，想要讲安尼天道用成伊个过路，安尼天不怕地不怕，阿妹再上也无啥不得了，所以教伊烦恼死侪伤生个，所以这就是存善心，煞做了恶事个一个例，搁有存恶心煞颠倒做善事个例。有一摆拄着机会，一个咧善食人去好食人个兜吼抢伊，啊！即个好食人共官府各层即个官官拢要查，啊！即、這个即个善食人就愈来愈好打，愈毋惊安尼，愈去抢。啊！即、這个好食人就伫伊家己个厝内底，事先认定共即个抢劫个人。抓起来，共惩罚审判，后来再抢劫到兵丁啊，啊，若无伊就会变成暴兵，为何？为了个社会治安。所以讲，善是真，恶是偏，这是大家拢知个。啊，毋过咱若以善心而行恶事，叫做正中个偏；啊，若以恶心而行善事，叫做偏中个正。所以袂使毋知。不可以不知。啊，啥物叫做半人？啥物叫做一半的善？啥物叫做蛮善？也等于讲，咱若无积善，就无可能有好的名声；啊，恶若无积，嘛无可能会失心之好。随便伊安尼，随便伊安尼讲讲，商标做万年做业是做遐伤济啊，所以不恶。起伊灭了伊伤，即就是敢若可比讲咱咧捡物件的容器共款，咱定定若每招伊作品就满啊，啊咱若怀胎无定招就袂满，即是半仙半仙的一个讲法。因此仙一定爱骨力一道的圆满，若怀胎拄滴个咱做一点仔善事，会当就收藏伫利益众生。一切众生是想所做的善，敢若观心啊，会当做到圆满。依照有一套人家的女子，
伊去庙寺想要捐一寡钱，啊，毋过伊无钱，伊个辛苦干那两分钱尔，伊就把这两分钱拢摕出来供养寺庙。主持个会修亲自替伊上顶忏悔，过了几年了后，这个女子去用选一宫做嫔妃，享受着人间富贵。伊早几若千两个亿，伊早几若千两，搁到这个灵寺内面布施供养。啊，主持个会修敢若命令伊个徒弟替伊做会用。啊，这个女子就问啊，是安怎我善的时阵，敢若布施两文钱？师父，你真慈，为我忏悔。啊，今日我早骨来请你来做供养，你电脑无亲自替我回向。但我心里就讲啊，较早你来庙烧香拜佛，供养两文钱，你的心真诚。我无亲自甲你忏悔，安尼袂当报你的德。今日你在供养虽然足济，啊，毋过你的心无像较早遐尔啊真切，所以我互我徒弟来忏悔袂使。因此心真诚，布施虽然少，所得到的善福是圆满的。做了嫔妃，免不了带着富贵、空阁阿文的失去。心无真诚，得到损了，所以实际上修的福是半仙尔。这张翰尼是八仙之一，伊传授李洞宾，要传授李洞宾，点题为做经的法师啦，会当起来救济世间上的善者。啊，这李洞宾就问啊，这若铁啊变成金嘛，敢会阁变倒转来铁啊？按照你讲，五百年后，佫会变倒转来铁的，变倒转来铁质。李洞宾就讲，像安尼，啊，就会害了五百年以后的人，所以我无愿意做这种代志。按照你要教李洞宾点题心经，这不过是咧试着李洞宾的心尔，知影李洞宾的心善良，所以就教李洞宾讲。首先要积完三千行功德，听你这句话，你的三千功德就已经做圆满了。这是半仙半仙的搁另外一个讲法，所以咱若要修行积德，到底是半仙还是半仙？咱即卖现前所得的果报是圆满的，还是欠缺的？所以讲，咱修行若无分别，无积德。无执着，咱所行的善，所做一切拢是圆满的善。咱确实若是着上修行，就是讲咱一世人拢迄落，独起无边的咧修积，还是观善呢？是啥物原因？因为咱的善心内底，佮有藏一挂执着，所以咱的善功都无事，敢若得着观善。比如讲，咱施财布施，内袂当集中有我，集中有我，这个心就无真无顺；外袂当集中讲有这个执心，我的布施的人，那永远拢内袂记即讲某某人执心，我的布施，这就是妄想无边执着，把顺心的心破坏去啊，嘛袂当集中讲。我布施偌济钱财，这就是三顿体空。咱做较济善事，拢莫放伫个心肝顶头吼，家己袂记了了，安尼基本的道理就是一心真诚。咱个一心真诚，真心一心是无界限，所以虚空体空界，咱施了个善，甲善拢共款大，所以一道理个布施会当精。无量无边的福报，一分钱的布施会当烧钱去做。所以，确实若无妄想，又无妄贪，搁袂记，无袂记去讲我所做的好代志。虽然布施足济钱，但有得到的是观福，毋是观福，这又搁是一种的功夫。来，三
物叫做大圣？阿嬷叫做大圣小神吼。宋朝的魏仲达吼，伊和伊伊咧食头的时阵，有一摆去学差伊吼，差伊哦，甲伊带去阴祖地府，阎罗王就面看看甲魏仲达的三恶不赦来做一个比喻。结果这个魏仲达一心折落的东岸吼，大落后规。涂骹拢是啊，形鲜的，敢若一卷像爱滴遐尼油的。啊，阎罗王看着就讲好，起来甲穿。啊，这个贵重啊，吼，结果穿的就是规涂骹的布布子遐济颠倒去。啊，伊迄卷小卷小滴的，迄卷颠倒重。啊，贵重啊，讲。我都还伫四十岁，我头做遐侪过户啦。即、這个阎罗王讲，起一个恶念就是小恶，无当家你犯，你若是犯啊，就是大恶个。所以起心动念，袂当无谨慎。伊佫问讲，啊，善个去讲到底是甚物代志？阎罗王就讲啊，调电伊吼，真紧要。去了做一个大工程，伫福州城的石仙山、灵山、白云山，要修一条桥。啊，你上所建议皇帝莫做这个工程，因为这个工程毋是足必要做的，啊，而且当劳民伤财。贵重大方，我上建议啦，按骨条皮无采纳我这片的造章，是安那有这么大的力量？最终，你着阎罗王讲，善恶是伫个念头。你当时的这一念，毋是为着你家己，是真正爱护老百姓。你发的这念，是伫个方面，偌济老百姓会得到利益。而且做这么大个工程，用的拢是老百姓所纳的税，会当节省无需要的开支，对老百姓拢有利。所以这一点，你看影响咱有偌大。虽然无采纳，按过你的心是真实的，是圆满的。确实条件也照你的建议去做，那呢你的心搁较大。虽然无采纳，但是你的心是足大。这个大小的差别就是伫遮，就看你的发心敢是真实。你若是为着天下国家，还是为着家己，还是是家庭利益，所以立志要做善事，目的是要利益天下国家百姓。那咧做个善事，虽然小啊，功德虽是足大，啊，若敢那为着咱家己利益，咱家己一心呢，那咧虽然善事做足济，啊，功德是足少。什么叫做人行逆行的善呢？以前若有学问的读册人哦，拢讲克克制，克制家己的私欲，爱对咱住的所在心如去。孔子的弟子樊迟嘛问孔子讲安怎做治？孔子所讲的答案就是讲，拄着咱的私心，应该想对。最难的所在做，最难克服的所在做一个人人必须爱克服自私自利。难的地就是讲，江苏有一个苏老先生，伊咧教册，啊，伊从两单直直的薪水退一落散食，欠欠公家的钱，连对阿母疼煞伊叫，讲有钱人做这种代志。但是无钱的人，将所有的收入摕去帮助别人，这无容易下财，就全部的财富下进，这就是向难处去做，就是克己。啊，伫河北，地藏老先生伊看到一个善巧人，从伊的母仔听拢底下按古钱用了，伊煞无钱去甲赎倒转来。啊，这个张老先生。
因为伊若无钱遐上倒当嘛，伊无我惊可能就无法度过啊，所以这个长老先生啊，就下伊十担的田积，替这个善解人赎回伊的母仔。这两位老先生拢是伫最难写的所在写，别人不容易写，伊竟然拢会放舌头。啊，佮江苏镇才有一个老先生。因为老阿母伊无囝，伊会善食的厝边仔吼，愿意将伊一个足少年的祖囝咧，互伊做车当，互伊传教书，伊望替生一个囝。阿母即个老先生不忍心耽误伊的青春，所以就拒绝了，佮将即个查某囝送到当伊因即个厝边仔，这嘛是真难。人忍住的所在会当忍住的代志，所以听书这几位的老先生的话，啊，会变得慌慌。所以，若是有前世的人做善事，足容易的，足容易做，啊，唔去做，迄就是自暴自弃，错过了修善积德的机会。啊，善解人无善意的人做善事，足难。但是人伊会当做，都非常可贵，所以人哩可贵。遮举的例拢是善者无才无福德，但有会当无顾一切，救济救人，解决别人脱困苦，非常难能可贵，所以因的果报嘛，吼。但有咱来明了，因当时做这个代志的时阵。只是想要帮助别人解决苦难，并无想到家己的果报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着讲到遮多，就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